三塔老师，然后又带来了崩塔和堪塔老师，然后一起来帮我们去排练，然后就整个过程就是进度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快乐。然后我们就想跟老师们说一句话，来，真的要吗？真的要讲吗？真的要讲吗？好的。六七八，三塔宽塔坎塔，三位塔老师，阿里嘎多，口才一马斯，我出咖喱三马得西，赞赞赞！啊，谢谢谢谢。还有还有，你也是个 rapper， 我也是个 rapper， 那么我们都是 rapper。好尴尬，救命！Sorry, 你离 rapper 真的挺远的，关键真的。加油加油！你最多是个 rapper， 对对对 ，rapper。对，本来我选比较安静一点的，陆小妹变得这样的。那问一问队员们，这次战斗主理人还有给你们上课教你们怎么表演吗？我想说的就是。就是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主题的嘛，我以为我们还是那种就是像上次融合那样，然后我们是美美的，然后他们是那种比较 strong 的那种感觉，结果我们上来变成了搬运工。他们完全没有表情管理，他们就真的很生气的在举那个桶，二十斤，二十斤，真二十斤。刘娇妮演示一下，刘娇妮。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本来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是这样，对，我也没想到。还要打四个 pop。对对对，还有四个，一二三四，但实在是做不了了，然后我们把它就改掉了。因为没想到那么重，对，我和邦德说，可以吧，应该可以吧。来一个，来一个。我昨天也试一下了。对，我是可以的。哎，我怎么会让你做 pop？ 我应该让你举着桶跳 house。好的，老师点评一下，梁老师。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比较心酸的这个桶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去老是干那种大力出奇迹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换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可能把桶滚过来，然后有一个舞者从上面跨过去，快点试一下，然后最后啊，要来试一下，对，你也要试一下了。OK， 小心小心，来小心。对，或者是坐在上面，然后倾斜下来，然后坐在地上，然对坐在上面，然后倒下来，倒在地上，小心尾椎。我啊，对啊，对啊，我准备了。博哥他只是帮你扶起来而已。对，对啊，倾斜下来，小心你的尾椎啊。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轻易用道具，因为如果我们使用这个道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尽可能的发挥到极致，这样子就是可以给我们的作品是加分的。好，谢谢谢谢谢谢。我问一下某某。お疲れ様さんと来る。お久しぶり。短い 2,3 分の中でやっぱりサンタ君だからこそできるいろんなジャンル、ジャズがあってロックがあってハウスやってでポップがあってロボットがあってっていう、なんかいやさすが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やっぱりそのアクティングが入ってることでそのダンサーのねえなんで俺お疲れ様、サンタ君のダンス見れて幸せでした。シシェシェシェ。谢谢谢谢某某老师点评。我觉得特别就是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哪里呢？因为赞多老师的个人能力太强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感觉赞多带着你们团队在成长在进步。但今天我会觉得不一样的是，好像赞多这个班主任有把你们真的带出山，尤其今天 VS Girl 的表现就是很适合你们的角色，你们整体的表现就是让我就感觉哇，这次终于是你们所有人
加上赞多老师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舞台剧的表演。因为舞剧跟传统起舞呈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舞剧会有一种恢宏感，它会让你除了在看到你们舞蹈动作的同时，会有一个画面直击的那种震撼感，这是你们今天作品持续不断的给我们带来的。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一个电量的设计会让我觉得像观众就是那个被充电的人，你们就是那些消耗自己一级一级一级慢慢把自己耗尽，最后耗完之后啊，观众会觉得哇我真的好轻松，我看了你们那么多季，看到你们毕业，但是其实你们真的是消耗你们所有的力量，消耗到最后给观众带来了快乐。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在台上的舞者还有你们就真的跟这个作品也是很相似的，所以真的辛苦了，谢谢。好的，那么现在赞多主理人和你的限定场牌的分数已经在我手上了。好，赞多主理人的限定场牌大起舞的分数，专业评审满分400分，你们获得了361分。观众毛巾加上特别来宾戴妮老师的毛巾总共是82条，你们获得了80条，总分441分，暂列第一名，恭喜，谢谢。惊呆了，我感觉别的人如果听到比第一组高那么多分数的时候可能就是整个在台上就炸掉那种，我们是站成一排，然后我默默地往里走，然后我们聚到一起，所有人坐一起那种感觉。没事，我们已经完成得很好了，大家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们一会儿就尽情的享受这5个太空人吧，好吧。那接下来登场的是程潇主理人的限定场牌，请主理人用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大家屏住呼吸跟我们一起潜入海底吧。好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程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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